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竺海神施法，出现宝光。竺海神得以等心，使一切众生福德海众宝庄严身系统门不可坏。金刚床竺海神得巧方便，守护一切众生善根系统门不离尘垢。竺海神德能解一些众生烦恼海谢头门，横住波浪竺海神得一些众生离哪道谢头门，吉祥宝月竺海神得扑灭大慈难谢头门，妙华龙吉竺海神得灭一切众生取苦与难乐谢头门，普慈光位竺海神得净止一切众生住见欲之性谢头门，宝焰华光竺海神得出生一切宝种性菩提心谢头门，金刚妙吉竺海神得不动心功德海谢头门，海潮雷音竺海神得普入三昧谢头门，在诸神众之中啊，现在是竺海众啊，竺海众现在还是异类的，异类的，异类的就是跟人不同类，就叫异类的。异类的竺水神之后呢，就是竺海神啊。这前头是标题，竺海神一共有十法。这个一切众生福德海众宝庄严，就是宝光竺海神他所得到的佛的谢头门的一部分，是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，下施给众生，所以等心就是平等心，施给一些众生，不是物质啊，是福德，给一些众生。一些众生的宝物，就是相似庄严身。那么这个宝光竺海神呢，这是说他正德的法门。这每一位竺海神都有他正德的佛的一部分，佛的这个无量解脱门之中，他得到一种。现在我们也讲了一百多种了啊，一百几十种了。现在是竺海神啊，那前头竺水神跟竺海神是不是一样呢？水是不是海？以后还有河，河是不是海？河是不是水？就是这些菩萨继位的菩萨是世间相。世间相的有的是有情世间，有的是无情世间，像河呀海呀水呀，水本来就包括了海河都是水，但是水跟水的性质不同，所示现的所得的解脱门不同，应当这样的来理解它啊。就像我们人类，人类有种种的人类，
人每个人的爱好不同，这是正报了。现在这个都是闹依报说，依报说呢，就是你所依照的、依靠的。这竺海神是住在海里头吗？不是，就是四现度罪一类海的众生，说叫四现。咱们前头讲过了，一开始讲的时候叫即位菩萨，大菩萨即到这个位度这一类众生。因为啊，俺们这听经状，特别是在家两状，他随时来听个一天两天，没头没尾，中间来你听了几句，他摸不着头尾。那解说呢，就得把他料说一下，让你知道一个头尾。华严经跟其他的经论不同的点就在此，什么都有神，什么都有鬼。不要一说这个就想到这个咱们这个世间上鬼了啊、迷了、神了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华严经讲的鬼神是即位而四现。即位这个意思呢，它不是这一类的，它即到这个类里头，这就是化身菩萨。它并不是像人类是受胎生到人类来。现在是这些个海神对管理海的那些个那些众生，是不是都能闻到这菩萨的法呢？不见得，看有缘分。对，像即位咱的人类的是文殊普贤观音弥勒，乃至于这些个大菩萨即类人类，并不是人类都见着菩萨，而一日法直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这实力的道场。那你来到五台山了，你见到文殊菩萨了吗？文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跟你说法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些咱们讲华严经这些个菩萨，即到海神、即到河神，是度那一类众生，并不是海神、水神都能够见到这些菩萨，也得看你的缘分，跟咱的人类的人间一样的。等到我们后边讲菩萨了，那叫同类。前头者讲这些个八部鬼神了、四天王了，乃至三十三天了、那十八梵天了，这都叫即位菩萨。就是华严海会这些大菩萨即到这个位，即位者不是那个的那个众生之类的人。拿人来说，文殊菩萨即位到五台山，他骗一些处了，不过五台山是一个他是一个度众生的一个点，只能说这一个点。那的无量世界、无边世界的这个南阎浮提多了，这仅仅是一个。但是我们朝五台山的这些道友们，不论你久住的或者临时来的，有几位见到文殊菩萨给你说法了？说那些海神跟着即位菩萨这十大菩萨，也就这个意思，懂得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如果出来听的，你就知道你是中间插曲。对，这跟你那个到戏院里看剧一样的，人家都演了呀，演了很久，人开场很久了，你才来。前头的你没听到，你听一两座你走了，后边你也没听到。这一部经有续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，
咱们现在讲《黄经》还在续分当中呢，还没到正中分呢。意思就是说，《华严经》还没开讲呢。不是，你们感觉到讲两个多月了，快三个月了，怎么还没开讲？讲的是续分，不是《华严经》的本身的本意。叙说要讲《华严经》了，佛说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哪些个人来听，哪些人来护法，这都是听经的海会大众，这叫叙分。咱那出了从这个如来出现品以下吧，那就叫正宗。正宗就是《华严经》所要教授我们的，告诉我们依着《华严经》怎么样修习，怎么样行观想，怎么样理解。这像那个初听经的，给你们做个交代。现在你们来的，来这儿听经的，不要听这么两句话，回去说我听了《华严经》了，你还没听到呢。这仅仅是续分，续分当中的一段，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。像这个道理，每个菩萨继位的菩萨，主就是这个海地神众当中，他的行菩萨道的行道的处所，他行道的处所，他以神法来教育这个呢？像宝光珠海神，他是以平等心，平等心，让一切众生都能生到福德智慧。海嘛是出现宝，海里的含藏宝物特别多。说以海为比喻，以这个众宝庄严。这人类啊，要庄严呢，买个钻石啊，或者买个宝珠啊，打个金戒指啊，都算庄严。那这个呢是供佛的供品，因为供了佛了，回报是什么呢？是福德。这个福德呀，拿这个有形有相的一些宝贝，钻石啦、珍珠啦、玛瑙啦，一些七宝，来庄严，是装饰品。但是这个是给众生的装饰品，可不是世间的宝物，是出世间的。让得福德智慧，不离尘垢诸海神，得能解一切众生烦恼海解脱门，不坏金刚诸海神，得巧方便守护一切众生善根解脱门。这是二，第一个是宝光诸海神，第二个不坏金刚爽诸海神，第三个是不离尘垢诸海神，义理都是相通的，不过各个的差别有点不同。不可坏金刚诸海神呢，它是使一切众生的善根不失掉，善根不失掉，给他说法，让他保护在你这个善行善的善根基础上，咱需要成长，不要退失。但是呢，是以善巧方便，一切众生根就指着眼耳鼻舌身意，以身体为主的，给他说法，让他护持，说你能做个人呢很不容易，你没变牛变马变畜生，
没堕于地狱，没变成恶鬼，做人的善根呐、啊，很深厚的了。又能闻到佛所的教法，要保护这个善根。那每个众生的思想不一样的，状况不一样的，所以要巧，巧是善巧，以种种的善巧方便，使他，保护他自己的根门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这样使他再成长。那再成长，不离尘垢的珠海山呢？它是能解，解是解禁的意思啊，解禁的意思，把这个烦恼啊，我们众生的烦恼像海那么深，像海那么广，使得烦恼都消失。那么这个。他不离开于世间，这个眨眼世界，尘垢嘛，就是眨眼世界所有的一些烦恼，生活当中，日常生活当中，那不如意的事儿啊，太多了，让他脱离尘垢，能可使得烦恼啊解除，给他说法，烦恼有深有浅，现在这华严义呢，就说的甚深广大的法门，是不是？从你的性体，现在说你的现行，让你的心呢，能够把外边的客尘、客观的环境，让环境随你心转。而你的心念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足根，不随外边色声香味触法的尘的垢眼出来转。然后这个菩萨呢，他所发的愿就是这样子的，给众生演说的甚深法，让众生体会烦恼是无自性的，是空的，是空的。那么这个不离尘垢的珠海神，他能给一切世间众生做导师，引导他们得离尘垢。说法呢，像云一样，像雨一样，把这个在人世间的一个苦海啊，无穷无尽的苦海，能够消除，能够脱离。横住波浪珠海山，能令众生离哪道系统门。这个是指着一切众生常识畏惧堕哪道。哪道嘛，最重要的说三种，一个畜生道，一个恶鬼道，一个地狱道。每一道都有无穷无尽的差别，但是人道不说了，人道咱们大家是在人道当中了解人，人跟人可不同了，不是他福彩不同，是他烦恼业障差别非常大，就是现实的世界当中。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时间，对，有的正在这个战火当中，那有的呢，像咱这样南京的恐怕不多，有的在世间奔波名利，求财富，要谈生意，想种种的犯法，想得到的，你想得到的不一定能得到，你怕失掉的可能保不住，这看你有福没有，有智慧没有，尘垢的事儿太多了，
那每个人在这个方面上都能懂得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所遇见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什么？就是因，它还要干果的，干果的，那你来生不一定变成人呢，变成畜生道，最那严重的还得下地狱。给他说这种法门，让他什么呢？让他对照佛地境界是什么境界。让他以佛境界感化他，让他把那个惑业把它灭掉，让他苦啊止息了，止息了。如果因为大家这个世间事儿也不想去了解，有了解也是烦恼。有时候现在的信息啊非常的这个通达的不得了，过去我们可以举手，像我们在这里头我们不知道，既不看报纸也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，那你什么也不知道。不知道呢，是不是这就祸苦就消失了？说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没这个烦恼。从这方面说是好的，从另一方面说，你发心度众生，你不知道世间的什么些个苦，不知道苦，你要怎么能给他说，怎么能给他向他消苦呢？从立身方面说，我们自守的自修啊是不错，从立身方面说那就不同了，那就不同了，让一切众生的祸消失，让他苦难止息。那先说是烦恼，我今天看见旧报纸，不是现在的，大概是这个二三月份的事儿。同一个时间，不同的国度，一个是产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，一个是产生的台北，台湾的台北，另一个产生到新西兰，三件事儿。看着是不同地点不同的条件，但事情是一样，三个女孩，都是一个十岁的，一个十一二岁的，都这样的，同时被人杀害了，杀害了，强暴啊，完了把他杀害了，三个人，而是在我们看这个日期啊好像同一个时间，其实报纸知道的，不知道的这个同一个时间死亡的灾难性的，就是叫咱们在这儿南京这学佛法的地方，就在这个时间，好多人在这个时间死亡，遇着灾难，在战火当中逃不出去，那我们这个眼，我们这个智慧很浅薄，知道很少，但是以那诸佛菩萨来看呢，这个同一个时间那有成千上万的，咱们只是寡说人类了，畜生类呢，所以这个众生啊就形容着很多的，这烦恼跟着苦难，有的时候苦是果，在苦果上验证他过去的祸，就是因，祸因，没因怎么能结果？在苦的时候
果已经成熟了，在受苦果的时候它还造因，果又变成因，因又去感果，就这样的重重无尽，重重无尽。那么这个大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些大菩萨发大愿的心，咱们也随顺他们学着发大愿心。这就像那个海的波浪一样的，那众生啊，在这恶道当中，怎么样能离开？离开。有的是现实，现实的生老病死苦，只是总说了，说你伤口当中灾难还很多的呀。有时候说你在这给他好像安安静静的，祸从天上来，不是天上来，天这是自然的。有时候飞灾横祸不干你的事儿，找上你来了，有人诬告你了，或者你做哪一件事儿牵涉到有你，完了苦难就叫降临你的头上。像这种事儿啊，咱们说就有冤枉吗？太多了，每一个人都可能经过。那个发菩萨心的菩萨，他是发愿利益众生的，但是众生得跟他有缘呢。这个缘怎么解呢？例如你到五台山找文殊师利菩萨，你念念文殊菩萨圣号，或者念他的咒，或者念那个嗡阿尔巴达那迪文殊菩萨心咒，或者念他的心咒，这是你的感。你在平安的时候就是常时受持念，感到你苦难来的时候啊，它就起作用了，起作用了，起作用了，就使你灾难消失。但是你这灾难过程当中消失了，你并没有感觉到是菩萨帮助你了，是菩萨救护你了，你并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众生的过去的无量劫的种的善因，今生在灾难之中意外的这个灾难解除了，你也不知道是你过去跟着哪个菩萨，哪个菩萨来救度你来了，反正是佛菩萨的来救度你来了，你也不晓得。有些事情好像不可理解的，突然间你发智慧发现了，明白了，你也不知道是怎么解除的，这叫遇难呢。说我们经常说无明，说障碍烦恼，对，是你智慧不开，都是你因为经过你的修行，闻法了，受了三规了，闻法修行了，那你自己有智慧。这个烦恼怎么来的？它又怎么消失的？像我们如果你出家之后你受持一部经或者受持一部论，它产生效果了，就是它产生光明了，也就是说你自己心里有智慧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怎么发生的，怎么成长的，又怎么消失的，这就靠智慧。以智慧来摸鱼池，这个呢就是吉祥宝月珠海神，他消灭了他的慈难，得了解脱了。怎么消灭的？智慧。这是一种。